那我们现在的八位学员，还有谁想知道自己的成绩吗？林路修，我想玩。Patrick，哦，立完，还有谁？周柯宇，你们可以选择在这里听取你们的成绩，或者去到超哥那里领取你们的成绩。去那边吧，要去超哥那里。利路修呢？我在这里。你在这里吗？哎呀，利路修太可我们爱遵了。循你们的选择。利路修，恭喜你，你本次顺位排名获得的是第十名。哦，请站到属于你的位置。我之前我说过，我可以坚持打总决赛，但是我没想到会这么高位置，所以我现在不太开心。虽然我站在这里，我特别害怕，但是，我还是相信我的创始人们，我相信他们会尊重我的选择，不成团。然后我相信他们是有分寸感的人。然后我知道你们想多看看我，所以我就来总决赛。但是这个节目跟成团是两回事，不要害怕你们。以后我看不到我，因为这个节目就是我有很多机会，跟你们见面在很多地方，我还是相信你们真的有分寸感的人。如果说创造营是个坚持自我的地方，那么利路修做到了。身为男团不是我的梦想，我希望观众不会给我停留。F means freedom，就是自由。别爱我，没结果。不管你是粉丝、损丝，还是辣五安屁丝，让我们一起听听李老师。下一步你想站在哪个位置？23。这23有什么魔力？因为我的生日是23号。OK。